其实放开，他就产生了，是不是？这就叫蔬菜。那你蔬菜，这是出尖儿的，是不是？那不应该是吗？应该是圆的，是不是都开了？压你，压他，他压他，这叫蔬菜。那么正事儿就是。狗在这儿爆炸，帮一下，开四，帮一下，这个帮一下的是我主，他没主，现在他主，就是他主，那我要动他，动他的速度，根据他的速度快慢，他快了我快，他慢了我慢，他的长了我比他还长，没有，对。他按我的一瞬间就是，上来上来上来，他把我打，就是一瞬间就行了。那么就跟泼水一样，这水这盆水没要了，用意不用，不用，咱把水注水就行。